就是想讲一下，他是我应该怎么讲？要不你也叙述一下？你说啥？就是叙述一下整个过程。你老公在吃香蕉还是？哎呦，掉在上面，哎呦，要崩溃了。Jesus 是怎么出生的？为什么会有 Jesus 这个人？然后他是怎么出生的？不是你讲一下吗？你再 refresh 一下吗？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。你可以从伊甸园开始讲起。那他讲的啥时候？他讲快一点。二十几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牛逼啊。那我讲一下，就是其实。就我用我自己的理解讲一下，起初那个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，他觉得一切都很好，于是他创造了人，然后创造了亚当夏娃，但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，然后后来就是人类选择自己的路，一直走，可能就是走到了今天。然后在之前的很多年以前呢，有一个人叫做Mary， 她是一个童女，然后还没有过任何的婚史，她没有结婚。然后她的老公叫 Joseph， 然后有一天呢，她就听到有一个天使在跟 Mary 说，我要让你用童女之身，然后生下一个人叫 Jesus Christ， 然后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救主，然后他也是我的儿子。然后于是在平安夜的这一天晚上，第二天就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，那就是Jesus 他降临了。然后因为他的降临，所以所有的全部人类都已经得救，因为你选择相信就可以得救。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比较完整的故事。然后那个圣诞老人呢，是大家杜撰出来的圣诞老人。然后美国很多基督教家庭比较讲究，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我们庆祝的真正原因，庆祝的是Jesus 的生，因为只有他的生我们才能够就是得以解脱，然后才能够分享光明。那我们唱最后一首歌，就祝大家圣诞快乐。然后很简单很欢快一首歌，一起一个头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. The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g.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g. Good tidings to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Merry Christmas. Merry Christmas. 然后呢，那个在最后，就是在我们开始礼物之前。因为我们今天钓到了很多鱼，我们也很感恩，然后今天天气也非常好，所以我想以一个祷告开头，然后相信以一个祷告结尾，然后中间呢给大家大概几十秒的时间，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你可以说，没有什么话想说都 OK， 但是相信你觉得什么时候舒服什么时候结束就可以 OK 好吧。